师傅带领的行车团，我们看到我们打鼓的，哎，没有错，我们打鼓打吧，都是我们小女生，来一点点的温暖呢，非常。
感谢感谢啦，海神机啊，来安大，来做场内。感谢感谢啦，海神机啊，哦，咱来迎接着咱淡水清水龙，保险台地视角。啊，请咱现场所有朋友呢，往马路两边靠前。啊，淡水清水龙，保险台地视角，来跟咱海神机啊，安大来做场内。 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！哎，牛，牛，我们现在做朋友看到，我们这是黄牛，那个黄牛就是咱海参企业，咱对咱今仔日淡水大爸爸安好，所有的镜头，所有视角，这个上信心、信心的敬礼。出来看到咱的兄弟，哦，感谢咱的旧班，感谢咱所有信心性的镜头啦。 有咩上信心，我哋嚟睇到，感谢着咱大家见到啦。为咗本座，诶，今仔日看看安怎多，今仔日看到感动，咱来感谢，互我听性格，多谢，神圣圣意嘅，我神咱绝对不会安好。感谢，再感谢咱嘅最情最了。 感谢感谢我们淡水清水龙的镜头，我先打给呼吁我们现在所有朋友，如果我们来到网红台前面，看我们闪亮新舞团。
哎呦，给我们的花花，给花花一点掌声鼓励。我向朋友给我们闪亮幸福团再一次掌声鼓励。不要抽，这就是我们淡水大拜拜。海山的红在前面，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闪亮星。一起把风雨抛弃，右背拉海背，用风雨抛弃，蓝风雨抛弃。挥霍一切，知道没？这个单位不太欢迎小机会，几十万的现金放在口袋不用回。今天晚上就算有家也不用回，八二年的拉菲森牛肉配上松露。你想我是输，也不要哭。一条龙的站在前面，没有赌注。中心中间和一路混到中奖中途。年轻人的小费都往口袋塞。一路走到太阳，谁还蹲在角落讲电话一分才赚？别做你回家，这条走太快。就是财气的台北，带着尊敬的项链帮我拍，新的项链拉财。妹就是财气的台北，带着尊敬的。我们不说价，说价，看完再坐下，都坐下，给我一排下，看我赢光你的衣服全部都脱下。但是我说我们不讲人心，只靠自己现金，准备你入狱。每天早上知道是谁不公心，全部是关到底，就让我来处理。这热情的像一生知道是相亲，为了他们我要继续再干几次香槟，快点记得上瘾，什么别的相亲，把钱统统都给你，别再说你发生。就是财气的台北，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，新的小姐拉财。妹就是财气的台北，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，新的小姐拉财。妹拉拉财，妹拉财，妹小姐拉财，妹拉财，妹秀拉财，妹拉财，妹秀。旁边的观众靠旁边一点，靠旁边一点。旁边的观众靠旁边，靠旁边。叫黑色车。我是可以分身，就你爱情的定位，你来说。
如果你是我们反亮星的粉丝，请记得搜寻反亮星，以及我们现在。我们往两旁靠近，来，前面看到的呢是我们淡水特色，也就是我们的水龙，玩的是那种的水龙啊。好，那个水龙呢在表演，我们感谢我们清水龙的一个良好的一个表演。我们前线所有朋友，我们往两旁靠近，我们往两旁靠，给我们一个义愤呢能够有一个表演的空间。来，礼炮听口令啊，一二三，来跑，一二三。龙寻珠，我们感谢我们那等水的水灵，来给咱海参鸡阿妹阿婆来做准备。现场所有朋友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绝对有眼福。今把咱双龙抢珠的场面呢，靠咱海参鸡的阿婆才看得到。感谢到这位，我们现场给我们热情的掌声，感谢我们双龙抢珠。没有错，今天是我们淡水道拜拜的暗榜，也是我们淡水运动会非常热闹的一个前哨战。你只有在海参企业红毯，你才可以看得到双龙抢珠。我们再一次热情感谢我们的双龙抢珠。参礼，我们感谢我们清水龙双龙献瑞来到我们海参企业红毯来为我们献礼。有没有说现在看到我们的双龙抢珠做了没？三拜礼。感谢感谢再感谢，这是这个非常难得的画面，我向所有朋友再次热情的掌声，感谢我们清水龙带来的双龙献瑞。
Message 100亿，大家晚安。
星宝与巴纳罗。